心，好，你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就是给彭时松最好的一个见证，最好的一个加油方式。不管抹黑怎么写，怎么丑化，事实胜于雄辩，说对不对？真的，还是再一次恳请大家。那接下来呢？啊、哦，我们是不是？先生说，那我们有那个，我们先让我们那个哈来支持的好朋友。那我们现场呢哈，有我们中心里里长候选人啊，三号的李胜瑞啊，来，那他也要给我们现场的啊彭时松加油打气。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他？好，美丽的主持小姐。我们未来的彭时松里长，以及我们各位最热爱、最亲切的乡亲，大家晚上大家好。好。小弟来自东兴村，这次参选里长，完全受制于我的老师彭时松彭村长，因为他的环境、他的环保、他的自工队是我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今天是来取经的，也跟各位做一个见证，各位。彭时松，彭里长，过去我在座谈会的时候，因为我座谈会在对面东兴村，座谈会不下十场，每次谈到环保、卫生以及环境，我都以彭村长为我的目标，因为他的志工队，他的环保志工是我常常要惦记在心里的，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来这边推荐他，而且。在那边我学习的人非常多，为什么？他也非常的义气。我成立总部的时候要借桌椅，马上义不容辞，你来载，而且志工下班了，他亲自开钥匙给我。不光是这一次，种种的在散步或者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教我很多要怎么把村里做好，要把水沟通。所以说，住在中心村呢，最幸运、最幸福，你说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彭村长是我的老师，我今天是来取经的，而且立即推荐他，当前我们继续来为我们中心村来琢磨，继续来服务，好不好？各位，这边在东兴村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希望您用您的一张嘴帮我介绍，我也很热诚的心态，随着我们彭村长的脚步。为我们东兴村来做好志工队，因为东兴村啊，各位知道，十几年来志工队都没有，很汗颜，很对不起。所以呢，我这次荣幸当选的话，我决定来跟每天请村长给我上课一小时，如何把志工，如何把环境，如何把狗屎捡起来，这点我来学习他。各位给我机会好不好？好。我们希望彭村长以最高票，差距最高的。那个姿态来打破这些谣言，好不好？小弟在这边诚恳的呼吁，也希望大家，在他当选的同时，也介绍我来当选东兴的里长，能够跟小弟跟大哥学习的心理，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记住我们彭村长高票当选，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天佑中兴，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同时我们也预祝我们东兴里里长候选人登记三号李胜瑞高票当选，再一次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我们中兴村村民的好邻居由我们的杜姐来也是要对我们彭时松里长候选人力挺的。